主料，茄子200克，肉100克，中筋面粉300克，酵母4克，辅料，油，盐，味极鲜，葱花，水，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茄子一根，切成丁，放上盐出水，且少许葱花，半小时后将茄子的水捏出来，肉切碎，放味极鲜腌制，再将茄子和葱花倒入，加少许花生油搅拌，发酵好的面团揉成长条，切小块，压扁，擀剂子，开始包包成型。锅内放水发酵20分钟，开火大火之后15分钟停火，并3分钟之后再开盖子。烹饪技巧，锅内放水发酵20分钟，开火大火之后15分钟停火，并3分钟之后再开盖子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